四季宜居的美好环境。优质专业的医疗资源，多元丰富的历史文化，走一趟台南，体验观光医疗美容之旅。台南是台湾近代史起点，随着时代的演进，更积极发展行政、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向。台南于2012年台湾幸福城市大调查总排名中名列前茅，市长赖清德更获选为台湾县市长施政满意度第一名。此外，医疗水准也深受国际评比肯定，再再显示出台南幸福、温暖、健康的城市形象。台南共有2000余家医疗院所，拥有世界第一的心干细胞疗法、心脏修复技术，并完成多项移植手术，成功同步进行多器官移植手术，脏器移植存活率于全台名列前茅。另外，更率先常规进行无痛胃镜以及大肠镜麻醉检查。优秀的技术，先进的设备，高水准的医疗品质，拥有发展医疗观光的多项优点，台南可提供观光客完善的医疗相关服务。透过科技，生活拥有更多可能性；透过医疗，生命有了更多保障。在台南，医疗服务品质的专业、仔细与便利性，给予旅客寻求健康与美丽的最佳契机。来台南，除了体验高品质医疗技术外，您也可以感受到台南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坚持守护文化的用心。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产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台南成为一处观光的乐园。更于2011年米其林绿色指南评选为台湾必游城市。文化首都、观光乐园、科技新城、低碳城市，台南丰厚的历史古迹、文化底蕴与友善人情、阳光美景、跨越时空的历史轨迹、数百年累积的文化与记忆，台南将与国际接轨，让世界看到台南。为此，台南特别推出慢活散步旅游路线米其林三星之旅，带领游客深度探访台南。府城历史散步路线带领游客重回台湾国宝级的历史现场，跨越时空的历史轨迹。安平老街巡礼重新进入台湾历史门户，感受昔日府城开台的昔日繁华。西滨宗教渔盐巡礼，整合台南滨海沿线寺庙、产业及生态景点，
感受台南滨海特殊地形所形塑的独特产业地景及人文信仰风貌。除了文化资产与自然环境，同时也满足您在旅程的各项不同需求上，从多元美食、顶级住宿与精品购物商城，台南提供旅客最优质的环境，构筑最美丽的观光面貌。温暖的气候搭配自然风光美景，更是各地旅客冬天的最佳去处。来台南，带回一辈子的美丽、健康与笑容。哇，我第一次来台湾呢！你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台南啊？很快的，坐高铁80分钟就到了。巴士在那里，我们可以直接坐到市区的饭店哦。哇，好漂亮哦！台湾的饭店都这么漂亮吗？快来看，这里可以看到市区的风景哎。他们那边有醋，那边有这个，可就是这个土托鱼羹，好吃。师傅你太棒了，谢谢谢谢。还有一个这个丝木鱼肚，欢迎光临医美中心，请问有什么能够为您服务的吗？我想询问一下，我现在这个脸上这个皮肤就是太薄了，然后那个微血管都跑出来，微血管的部分。对，那还有看到台南医疗美容针对不同的需求，以合理的费用给予专业建议与服务，得到了全球认可，让爱美的你来台南寻找另一种美丽。那细纹的部分大概一次的雷射治疗大概就可以在长时间都可以看到效果，大概可以维持半年的时间。那再来就是你的斑的部分，那斑的部分如果说您只有一次的时间的话，那可以使用一些气化性的雷射。台南市近年医疗美容品质直线上升，专业医生与高级设备提供民众优质服务空间。在台南，看见美景，更找到美丽的自己。经过精细的分析，客制化的疗程设计与尖端医疗技术，让您的皮肤光彩耀眼。好细哦，摸摸摸摸摸摸摸，真的好滑耶！这个就是我要的感觉。台湾医疗健检国际闻名，优良的技术与优惠的费用吸引各国旅客前来体验。观光健检部分针对旅客关心的炎症及心血管疾病等设计套装服务，让民众一次完成全身性健康检查。专业的检查仪器与技术让民众安心将健康交给台南。陈医师，我好满意哦，我的皮肤你看变得好漂亮啊！
可是我还有一点想要再帮我处理一下，这个眼袋的部分呢、啊，这个地方有点凸出来了。眼睛下面跟我们脸颊这部分苹果肌的部分，然后容易产生一些皱褶。那这些皱褶可以使用玻尿酸来做填补跟注射。三根的部分呢，可以使用维金石来做处理。那它会让你的三根看起来比较明显，那鼻子看起来比较挺，会比较立体。台南医疗美容为了提供自然之美，借由完善的讨论分析，让梦想成为真实，美丽就在眼前。多样的检测服务，专业化的分工模式，认真关心您的各样身体状况。通过多项检测项目，针对各种疾病做出快速准确判断。根据多样的指标数值分析身体状况，以专业与细心为健康做把关。对于现代人关切的心血管、新陈代谢与肿瘤、炎症，安排细项检测，为您守护健康。炎症为现代人健康一大隐忧，对于炎症早期筛检，除了透过抽血进行各项炎症指标检测，还可以利用超音波、 X 光还有正子电脑断层扫描来替您做详细的把关。很多炎症早期并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常常因发觉身体不适时已是中期或晚期的炎症而错失根治的黄金期。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炎症治疗最重要关键。透过专业的健检服务，旅行带走的不只是满满的回忆，更是健康的身心。台南，一个适合做梦、干活、恋爱、结婚、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过去的府城到今日的国际观光城市，悠游台南，发现台湾文化、历史、艺术、自然等种种生活缩影，看见属于自己、属于台南的新魅力。走一趟台南，提升您的身心灵，在生命中留下一块阳光城市，与台南许下一辈子的温暖约定。台南，期待您的过境。